专业航拍，简单操控。Doggy Plus， 而家去旅行，人人都会航拍，要专业级数又容易操控，一定系 Doggy Plus。放开双手都可以操控嘅追踪航拍机，只要你攞住部手机，无论你行路定系踩单车 ，Doggy Plus 都会追住你。仲可以喺手机选择你想追踪嘅人物或者物件 ，Doggy Plus 都会帮你追拍。用手机喺地图设定航点，飞机自动飞行，仲可以环绕一个中心点绕圈拍摄或者自拍。揿一个掣，飞机自动返回起飞点，仲有返航安全高度，飞机自动避开障碍物，双滚轮按键可以调校飞行速度同埋镜头拍摄角度。全高清1920×1080镜头，120度广角镜头，风景更靓，仲可以手势操控 ，V 字手势影相 ，5 字手势拍片，新式智能电池，具有运算能力，保留返航电量，手机展示全部资讯，包括飞机电量、遥控电量、卫星数量、飞行速度、高度、距离，全部一目了然。特长20分钟飞行时间，遥控距离600米，足足200层楼咁远，抗风力达到7级，山上面或者海边大风，十十岁啦。加配 VR 眼镜，好似打机咁，第一身视觉操控，十足十飞机师啊！折叠机身可以将体积缩细7倍，影像直接传入手机或者记忆卡，万无一失。揿一个掣就立即分享，影完要俾人睇先有意思。仲有1x4快速充电器 ，USB 就可以充电，边飞边充电，唔使等。加埋原装保护盒，外出旅游方便携带。Doggy Plus 专业都可以简单。而家仲有 SkyCare 无限换新机加强保障，记得认清 Doggy Plus 防伪标签先至系正货。专业航拍，简单操控 ，Doggy Plus。最近市面出现假货，敬请注意。正货上有产品防伪标签以及 Sky Studio 官方商标，如果冇就是假货。航拍机是全球通用，如果有商家标示有国际版、加强版、豪华版等等，都不是正货。只有正货才匹配使用我们官方制作的广东话教学影片以及 WhatsApp 技术支援专线。小心买错假货，搞到货财两空。Sky Studio